会议先开始吧。好的。你好啊，是这样子哈，今天我们亚太时间已经是10月10号啊，是双十节。为了纪念那个中华民国的节日呢，中国民联和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党那全委会以及东京那个民主之声啊、光传媒啊、博讯啊等联合搞了这么一次活动。这活动本身呢，包括网络会议，那么网络会议的主题呢，就是谈目前这个在新形势下中台三方的关系。这是我们知道现在台湾这个台湾海峡、南海现在是个世界的热点，是一个台湾问题很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个影响世界整个局势的那一个大问题。在十几个小时之前呢，纽约的这个朋友们已经举办了一场那个晚上的讨论会。那么我们由于时差的关系呢，纽约时间白天时间是我们这边的深夜，所以我们上网开会不太方便，有鉴于此，因此，今天请到了很多嘉宾，包括我们知道胡平、这个军涛，我们包括我们在澳大利亚做学术研究的冯崇义、林斌、这个陈杰等等。包括我们这些，那么我想呢，先请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军涛、胡平在北美啊，这个时间也不是对他们不是好，还有这个丽琴大姐，而且他们都很忙，不管怎么样，我们邀请他们上线，请这个先请军涛跟我们作为他，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军涛是我们现在的民运的领袖，那个而且他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今年每次我听他的演讲啊，我感觉到他现在的政治在政谈政治时的时候啊，他的格局非常大，非常高，高屋建瓴的，这个每次听他的演讲对我来说是个享受。那么我们先请他作为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这次大会那个来致辞，谢谢军涛。好，谢谢锦江，谢谢大家，谢谢主办方的邀请。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非常重要，因为在最近一系列的美国总统的演讲中，都明确地说过，美国和中国在下一个世纪的竞争，下一个时期的竞争将决定人类的命运。而美国在谈到和中国的竞争中间，最危险的点之一就是台湾，或者台湾海峡的局势。我们这些长期推动中国进步的人，对于这个方面应有一种使命感。在今天上午纽约的会上，于大海先生回顾了几十年前中国民运在这方面做出的一些陈述和关注。在这方面，中国民运有传统。那我们有几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判断就是，所谓的新形势，很大程度上就是习近平在继承共产党大位以来，开始全面的各个方面搞倒退，在台湾海峡可能要进行冒险，这现在已经是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的。第二，习近平的冒险活动，并没有使中共获得更大的国际空间。也没有使他在台湾海峡的局势上能够有进展。相反，台湾海峡的局势和新疆、香港等等问题一样，反倒成为促使自由民主世界觉醒，并且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中共这个挑战。在美国的觉醒，我们在美国看得很清楚，在座的在澳大利亚也看得很清楚。那么，所以台湾海峡的问题其实有助于凝聚自由民主世界的共识，我觉得中国民主运动要在这方面再进一步的推进这方面的工作。第三，
如果中共真的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台湾海峡发动战争，那么这是一个冒险活动。如果自由民主世界能够给他坚决的回击，那么将会使得中国大陆的局势乃至世界的和平局势将有一个新的契机。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是下一个时期人类和平的最大的威胁。那么最后我们也谈到一个共识，就是台湾海峡真正的和平要取决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这是在几十年前中国大陆民运就反复和台湾的朋友讲的一个观点，大陆民主了，台湾才能有真正的安全。我在前两年到台湾时候跟台湾的朋友说一点，台湾要想维护自己的安全，它有三道战线。第一道战线，这就是中共现在设置的战线，把它设在台湾岛的内部，在台湾的内部他们兴风作浪，采取各种资源和手段搅乱台湾的政局，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第二道战线就是台湾海峡，如果在美国的帮助下，台湾能够维护台湾的安全和自由，但是这个安全和自由不是免于恐惧的安全和自由，相反，一时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的这种威胁下，台湾人民始终会生活在一种恐惧和危险之中。最后第三道战线就是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发生民主运动，如果中国大陆能够产生一个政治变革的契机，那么台湾才能够真正的有安全，而且大陆民主化之后，台湾才能真正的实现长治久安。谢谢大家，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在时代广场带着民主党员搞活动，我就先下去了，谢谢。没声音啊，锦江没开麦。好、啊，锦江。啊，我自己忘记开那什么啊。今天的会议是这么安排的，军涛致辞之后呢，我们一会儿请这个胡平给我们做主题演讲，之后呢是主讲人，那个每人发言十分钟，然后自由讨论，包括那个点评和那个这个和主讲人互动。那么下面呢，我们请胡平呢，给我们做这个中美台这个三方关系的一个主题演讲。他在几年前呢来过澳洲，讲的一个题目，他的一个想法，那个他一个构想呢，我是个人非常赞同。后来他又发这个，看到他在媒体在外面发表过文章，我想呢。他的那个一国两府的构想呢，既比较符合理想，也呢比较符合现实，可操作性也比较强。那么今天胡平是不是讲这个题目我不知道，但是我借此机会来讲，就把他过去讲的这个来讲过的来做一个说明。胡平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是受他的这个看了他的书和文章长大，这个在民运当中成长起来的，我觉得一般人呢把他作为总是讲这个，胡平是中国民运的理论家，我觉得这一点呢，讲浅了，讲少了，在我看来，胡平呢是，这段时期以来，中国这段时期以来啊，那个自由主义的思想家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我们跟他这个读他文章，跟他交流啊，受教育很多。今天能请到他在百忙之中呢，那个参加会议，我们非常感谢啊。那么下面请胡平，发言，谢谢。谢谢锦江，看到这么多澳洲的朋友，非常高兴，看有机会能在网上相见。那么今天呢，我讲，当然今天大家都知道，是中华民国110周年国庆，在110年前的今天，爆发武昌起义。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是被认为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那其实也有人在说，中华民国还算不上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是台湾民主国，成立于1895年，比中华民国要早16年。那大家知道1895年爆发了这个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和日本就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但是台湾的民众不服，台湾的巡抚唐景崧一些官员就上书清政府清廷，要求废约，当然没有被允许。到了1895年5月，唐景崧和地方的一些士绅就发表了一个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宣告独立建国，那就台独了一次了。但是后来呢，因为日本兵登陆，他们打不过，唐景崧就逃到厦门。在南部的将军刘永福就接过台湾民主国的大旗，继续在那儿抗争，又坚持了几个月，最后还是因为日本兵太强悍，刘永福也逃到了大陆。整个台湾民主国持续时间呢，就是从5月到10月，105个月，150天。因为所以就没有把历史上就没有把台湾民主国当作一个正式的一个国家，它只是一个插曲。我们都知道，这个方礼之先生他的外祖父曾就在台湾民主国那段期间刚好在台湾做事，那时候才20岁，还写了一篇回忆录回来。胡适的父亲那个时候也正好在台湾当官，也是在这个时间之后回到大陆的。你看这两个人还有这么段渊源啊。那么这个台湾民主国固然在历史上不能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我觉得它还是给我们很多启示。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你就发现没有啊，那是1895年呢，人家台湾人就要搞民主搞共和了，还是比戊戌变法还早3年的，就说明其实当时的中国，可见当时的中国那就像台湾这么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个民主共和的理念都是非常深入人心，一旦有他们有选择政体的机会，你看他们就会打出民主共和的这个旗帜。我觉得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台湾民主国还是很值得我们这个关注的啊。那么今天我谈的呢，就是刚才锦江也谈到了，关于一国两府的一些问题。我们知道特别是今年阿富汗事件，阿富汗巨变之后，那么很多人就担心，你美国撤离了阿富汗，阿富汗结果就一夜变天了。如果哪一天美国放弃了台湾，那台湾岂不是就要落在中共之手？当时呢，美国总统拜登就发表讲话，说我们美国要信守承诺，台湾的事情和阿富汗有根本的不同。说如果台湾遭到侵犯，那么这个美国必然会做出反应，就像和对台湾对，就像对日本和南韩、台湾一样，要采取就是信守关于北约的第5条的一些规定。当然，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拜登那里呢已经把台湾当成和日本、南韩相提并论，已经把它列作一个承认为它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当然，所以就引起很多非议论。不过2天之后呢，拜登政府呢又做了另外的解释，他就表示呢，美国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当然中国方面呢一再强调，就是一个中国原则是任何国家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呢，包括立陶宛把台北办事处改成台湾办事处，还有美国议会也有不少人提出这个主张这个建议，还有欧盟其他等等，也就是很多民主国家都在提升台湾的地位但是呢，一遇到是不是要承认台湾是个国家这个问题上，那都止了步也就是说他们都还无意突破中国政府的这个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红线那么我要想说的是呢，就是作为美国政府也好，日本政府也好，其他澳大利亚政府也好，
他们不愿意突破中共的这条红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好像他们没有注意到，其实中共自己早已经修改了他的一个中国原则。他们西方政府担心踩到红线，可是他们好像没有注意到中国政府那条红线，他自己已经移动了那条红线，那就是我一再提醒的。你看，从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一直到20年间，那么中共在阐述他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都是说他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反对用两德模式、两韩模式处理两岸关系。可是到了2000年，中共国台办发表的第二份关于台湾问题第二份白皮书，说法就变得不一样了。他上面就是在阐述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他只说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不再提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了。另外他也只说反对两德模式处理两岸关系，不再提反对两韩模式了。这个当然这就表明呢，中共已经修正了他的一个中国原则，那条红线呢已经移动了位置啊。那么这样子我想他其实就给别的国家调整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那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可能的空间啊。那就是说别的国家包括比如美国啊，他完全可以啊，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时又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啊，也就是这就叫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啊，这就叫两韩模式啊。其实关于这一点呢，中国大陆的一些官方的一些幕僚，一些智库的人也早就提到过这一点。你看2005年，这都16年前了，中国社科院台湾所的研究员王建民在强国论坛上这个和网友会面，就有网友问他，哎，说王建民说现在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可不可以理解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属一个中国呢？王建民说，哎，你这个问题提的很有水平啊，你有观察力啊，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这么理解的。还有一个网友就问说，我们当时为什么不和台湾讨论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方案呢？他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吗？这个王建民回答说，你的观察力很不错，说我们大陆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个观点，只是在当时呢，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呢有个过程，当时的要求可能太高了，所以这个我们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把握好历史机遇。你看这个王建民的回答其实就已经告诉大家，就是说一中两府这种方案，这种它是因为它依然是在一中之下，所以它并没有违反这个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另外呢，在89年前吧，就是这个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的教授楚树荣在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就很明确的提出，他说一个中国内的两个中央政府这个概念，他就希望用这个概念为两岸政治找出一条新的出路。他说如果我们不正视两岸间有两个平等的政府，那从而使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两岸关系就没法维持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关系。所以说呢，他就主张双方都必须承认彼此都是一个中国之下的合法政府，这就是一国两府，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就是所谓这个两韩的模式。当然现在像王建民也好啊，楚树荣也好啊，他们在目前在中共体制内呢，这个还是非主流的声音。但是你从他们提出这种观点就可以证明，那么至少他们提这个观点并没有超出你中共官方那个模糊的空间。因为你都自己都把一个这个一中两府把它排在反对之外了嘛，那么因此就可见呢，这种做法那确实是完全是可行的。当然
我觉得比较惊讶的是呢，到目前为止，据我的观察呢，在美国也好，在西方别的国家也好，包括在台湾也好，他们的政界、学界好像都没有注意到中国方面已经修改了他的一个中国原则，没有注意到他们中共在描述这个阐述他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的时候，有了我刚才提到的这种重要的变化啊，因为你连这个变化都没有注意到，当然就谈不上对这个变化去加以研究，去加以解读，然后从而考虑怎么样调整自己的一些政策。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呢，首先就希望呢，就是台湾也好，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首先注意到，那你可以去查中共所有的文件，一直到最新的讲法，那么确实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共在一个中国表述的时候，确实前后发生了一个很重要、很微妙的一个变化啊，这点是必须注意到的。那由此我们再来试图去解读它这种变化的意义何在，它具有何种意涵，那么在这中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啊。那当然如果你要问他中共为什么做这个变化呢，那说来道理也很简单啊，就是因为形势变了嘛。你想一想1972年中美签订第一份联合公报到现在，那两岸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两岸各自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签订第一份联合公报的时候，那中国还是毛泽东时代呢啊，那后来毛泽东死，中国就发生那么巨大的变化，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然后到现在这几十年，在中国发生这么大变化，台湾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72年的台湾，那还是老蒋统治时代的台湾，还没有走向解除报禁党禁那一步。那个时候，一直到了80年代，那么台湾蒋经国他们才开始允许台湾的老兵可以来回到大陆来探亲。那你看到了现在，那两岸的人员的交往何其频繁，所以这个两岸关系在过去这么多年来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啊。正因为两方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两方的人员和经济贸易往来都越来越多啊。那么伴随着这种人员的交往和经济文化其他方面的交流，就衍生出种种问题。为了对付这些问题，两岸已经签订了20几项协议啊，涉及到人员的交流、投资和贸易，和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等诸多方面啊。你按说两岸要签订具有法律意义的协议，那应该由谁来出面签订呢？当然是应该由政府出面了，这事只能由政府来出面才能签订协议。但问题是呢，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签章大印和中华民国政府的签章大印同时并列在同一份法律文本之上，那就意味着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不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你就是唯二的合法政府嘛，因为另外一个政府你们俩都写在一块儿了嘛，就表示那就意味着互相承认了嘛，就互相承认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还有中华民国政府，那么谁都不能说自己是唯一的政府，那就是唯二的政府啊。那么这就意味着呢，你已经接受了一国两府，可是共产党呢，他不愿意走到这一步来啊。可是呢，他出于需要呢，又不得不和台湾签订法律协议，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推出两个什么民间团体，一个叫台湾的叫海基会，大陆的叫海协会，由海基会、海协会他们分别得到各自政府的授权，然后就签订了这么一系列的协议。那么海基会、海协会毫无疑问都是白手套，但是这一对白手套是天下最奇怪的白手套，因为一般的白手套它的作用就是为了掩藏里边的手，让你外人看不清楚里边是谁的手，你只能猜，你没法判定。可是海基会、海协会这两个白手套，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它里头的手，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个是中华民国政府。那你说这个两个白手套你都是透明的嘛，那你骗谁呢？那你何必还要白手套呢？你看这就说明了中国政府主要是，这不是台湾，台湾倒巴不得用政府出面啊，台湾早就想这个样子
问题是大陆共产党不干，他一方面又觉得非和你政府打交道不可啊，因此呢，我就必须得间接的承认你的存在，否则我们就没法打交道。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交道了，尤其是在六四之后，全世界都在制裁中国，制裁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呢，台湾方面呢，很多商人忙于在大陆投资。那个时候台资对中国大陆中共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中共那个时候非常迫切的希望把来自台湾的投资给他稳住，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大力推动两岸这个经济贸易的往来，所以引出很多很多问题，要签订各种各样的法律。你看现在台商在大陆的人数之多，大家都很清楚。那么这么一来呢，就是他必须得和对岸的政府打交道，但是呢，又不能承认对方。公开承认对方的政府，所以就搞了这么两个白手套。这两个白手套，就正好说明了现在中国政府，就是大陆政府，北京就中共当局的，他的一种比较困难的一种处境。一方面他必须得和中华民国政府打交道，也就是说他必须实际上承认他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不愿意理论上不愿意公开的在法理上公开的承认这一点，所以才搞了这么一套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但这么一来呢，他也就知道了，他虽然不敢，你可以现在不承认一中两府，但是你再也不能反对一中两府了。因为你要反对一中两府，你就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置于何地，就没个说头，就完全站不住脚了嘛。他就其实就这么来的啊。那所以就是现在因此呢，你既然两岸是这么个状况，如果美国本着一中两府的原则和台湾建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实行双重承认，那这第一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另外也符合美国的立国的理念，另外也是基于形势的改变，基于两岸关系的改变，基于中共当局自己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的转变。因此当如果美国这么做了，中共他其实找不出理由抗议，他没话可说的。因此实际上啊，美国如果迈出这一步啊，包括其他民主国家迈出这一步，并不像很多人想那么艰难，他不会引起多大的风浪啊。因为大陆方面中国方面他很清楚，他没法反对这件事情。换句话，其实走出这一步，我觉得对台湾的安全至关重要，对让台湾人民获得国际人格至关重要。另外呢，他也是，就像我强调的，就是其实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困难，其实这一步迈出还是比较容易的啊，这个是我的一些基本看法啊。今天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好，谢谢胡平哈。行，那么下面我们开始主讲人那个发言，那个每人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吧。第一个，我们请这个，悉尼科技大学，原中国中心的主任，冯崇义教授，给我们做那个发表他的发言。冯崇义博士呢是，原来在中国在南开大学获得中国现代那个史的博士学位，据说是，这是第一个中国大陆第一个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拿博士学位的人。那么，来到海外以后，在一直从事的中国方面的事务的教学工作。我经常这么说，现在海外有很多人呢，是就是在大学里，做，中国事务的那这个靠中国事务来拿一份工资，那些人呢很多都是谋生的，但是呢，这个冯博士不同，他呢实际是希望把他所学他的研究用于中国的这个现在的社会转型实践中，他是一个谋道的人，这么多年他在这个虽然是从事学术工作，但是。也给我们民运的朋友们很大的帮助。今年呢年初，我们在堪培拉开了一个会，就包括藏族、维吾尔族，包括来自越南的
香港的、台湾的，大家在一起开了一个会，成立了一个叫做澳纽地区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的一个协会。那么冯老师呢当选这个首任的主席，那个实实在在现在是我们的改班花组。那么现在请冯老师发言。你开麦，你开那个麦克风，听不见。OK， 没打开。谢谢锦江恭维。但是他讲的是这个实话，很多年不务正业，跟兄弟们在一块，做了一些努力。但今天他就会是双十节，就是有点伤感，或者很深的伤感。中国中华民族在110年之前就已经是这个宪政民主国家，那现在我们现在还在追求民主，还在为这个中国的宪政转型这个做努力，这里头阴差阳错，这个历史的吊诡，相当可怕，就是几代人过去以后怎么回事。另外讲就是这个在1989到1991年间，世界的共产主义体系就已经崩溃了，剩下这个中国这个北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几个国家，这个共产主义的残余政权风雨飘摇。那现在他几十年过来之后，他居然维持到现在，甚至回过头来威胁整个民主世界，或者对澳洲、对美国、对台湾全面渗透。从力量对比上讲，民主世界是远远大于这个共产专制国家的。为什么会现在这个样子？就我们这个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或者整个民主世界，肯定有很大问题，肯定做错了一些事儿，才会这个样子。就是在这里头，就是我们讲这个伤感的这个地方，我们老说这个邪不压正，这个世界上看这个样子，你看是很多地方是真的邪压正。看你看目前这个香港好端端的一个有法治公民社会那么发达的地方，全世界就眼睛睛的看着中共把香港毁掉，把他的这个民主转型的这个是整个这个进程彻底摧毁，也把那么成功那么扎实的这个公民社会，那么多的这个民间民主团体，还有民间的这个自由刊物一扫而光。而这个国际社会，你现在老讲这个美国、这个法国、欧盟又发了多少声明，不做任何有效的动作。包括法国，就美国已经有一些法律，完全有这个法律依据来做事情，但照样没做。就这里头就讲这个，如果总结开来，一个是说，这些民主世界几十年来，至少说是因为这个短期利益来压倒了长远利益，也压倒了对自由民主法治的信念，不惜努力捍卫这个这么一个核心价值。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freedom 只能 free， 如果你不愿意付代价，那就是这个几十年来为了这个短期利益去跟这个中共做这个绥靖政策，养虎为患。另外呢，是西方民主世界本身，我在校园里头，这个陈杰他们也在，这个林斌也在，我不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西方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对整个西方民主社会的削弱非常厉害，就一直在使用这个双重标准来去这个攻击资本主义社会，攻击西方这个民主这个宪政民主，而是百般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中共这个专制政权做辩护，很可怕的。就是这个力量，我们不能小觑这个东西。你包括现在这个刚刚几天前的诺贝尔奖，
大家都期待香港的这个去年的这个从19年以后的这个反送中波澜壮阔，不管怎么样，这个诺贝尔奖肯定会颁发给他，没有话讲。但是他怕，不在这个诺奖委员会根本不敢再得罪中国，所以就是这个局势，现在讲这个台海局势，就是我要强调，只是全球的自由民主人士和整个民主世界对民主台湾、对捍卫民主台湾有不可输让的权利，更加有这个不可放弃的责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以香港的形势为鉴，就是香港被毁到的程度，再也不能再去这个对台湾有半点的让步。就包括现在的这个拜登政府上来之后，讲了很多大话好话，讲得蛮好听，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没有实质性的行动来去遏制中共。这里头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政治意志，没有下定决心，这个决心跟中共政权决一死战。这个非常关键，其实现在是一个政治意志的较量。如果不愿意承担代价，或者是西方现在左派打这个很多牌子做出来，就是利用这个民众的恐战和这个厌战的情绪，不断的用各种理由给中共做让步，口头上和以这个如空兄在场，就是他们搞这个新战的，就你可以兵不应战，你可以有些东西讲的这个模糊一点，但是在实际的决策和行动上一定要坚持这个底线，就是现在的宪政民主跟中共暴政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拜登政府最怕的事情，如果他 真心是讲我跟中共不是敌对关系，这就麻烦了。川普时代他可以讲到某些动作有涉猎性的问题可以考虑，但是他很明确，就他的团队很明确跟中共暴政势不两立，是一个敌对关系。所以现在对台湾要保护台湾，要对付中共，全球的自由民主人士和民主世界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知，就是这个是你是我活的，势不两立的，要不还会输。就是包括现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目前还不敢进入那个真正的战略清晰，就一旦你这个动台湾动一根毫毛，我就灭掉你。就哪怕说现在用这个斩首行动，一定要有这样的动作才能够遏制中国。谢谢诸位。锦江主持下。好，这边讲完，刚才那个Rowan 的记者进不来，我再说啊。讲完了吗，冯老师？讲完了。好，谢谢啊，那个听不见啊。好，谢谢啊。那么一会儿这个各种观点我们有机会讨论。那个刚才忘了说，就是日本的那个民主东京民主之声呢，他这把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最后做一个节目放到 YouTube 上去，这边由这个王金忠和董鹏来负责做这些工作，先谢谢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请那个台湾政治大学的李友潭教授发言。李友潭教授以前是台湾政治大学的国法所所长，我印象中。数年前呢，他来澳大利亚参加我们的那个会议的时候啊，
有一句话特别让我感动，也一直铭记在心的，就是他说当时啊，他在编那个给台湾中学编那个教材，他说我要用我的教材统一中国，当时我听非常感动。后来呢，去台湾的时候，我还专门带了他一本书，这个一套丛书看了一下，非常好。我在想，如果真的某一天啊，李教授的这一套丛书能够在大陆那个发行，能真的成为教科书，那么我们中华民族就有希望了。那么下面我们请那个李教授发言，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会的邀请。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就在今天，中华民国建国110年10月10号一大早来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刚才军涛兄所说的，我觉得他的战略大格局的确是非常的明确，非常的棒，非常的好。胡平兄谈到了一国两府啊，用心良苦。崇义兄他长期的关心国际时事啊，对于两岸问题的解读，对于自由世界的绥靖的担心啊，让我非常的感同身受。那么谈到中华民国建国，我们当然要先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说起。在前阵子国民党党主席竞选的时候，王亚中张亚中以孙中山信徒自居，但是呢，我认为他解读的是不全面的。现在有些人解读孙中山的这个革命，常常忽略掉民主共和这一部分，也就是从民主主义这个角度去解读，而忽略掉孙中山三民主义或孙中山革命的最大目的是建立一个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那么这样一个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在孙中山过世前他自己就讲了一个有一个遗言就留下来，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所以这个革命哪时候成功，那就是在1996年台湾自己透过由下而上的这种竞争选举跟参竞争性的选举，还有这个拥有100%的自由，去使得竞争参与自由具有意义，也就是竞争参与自由这三个罗伯道所提出来的自由民主的核心概念实现了，也就是台湾透过民主化于1996年实现的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国家。所以这个实现过程它最重要是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它不只是落实主权在民而已。当然民主化是火车头，它带来非常非常多方面的改变，包括刚才锦江兄所说的，我有机会编那份教材也是因为民主化以后1996年是民主国家，到2007年课纲正式推出，前面还有一个战纲，2007年开始编，2010才正式推出符合民主时代潮流的教科书。但我们推出以后，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就受到我们影响，因为太阳花学运它的公民不服从部分，我们已经让那时候的高中生了解公民不服从、公民抗命的意义，那就是故意的违法，但是非暴力，但是它还有一个公益的正当性，它是为了公共利益，然后故意的违法，可是非暴力。所以台湾在2014的时候，我们等于是二度民主革命成功因为当时国民党政权当时
在面对这个台湾和血运的时候，马英九当时也选择了退让，而使得民主化进程更加的顺畅。所以台湾民主化不只是落实主权在民，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再有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当然也是因为有台湾民主化，所以也落实了在台湾社会平等这一部分、公平部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全民健保的实施。当然因为民主化，所以台湾是民主治理，才有办法用台湾人的这种具有西方自由民主的传统，又融合了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所具备的情理法的融合，就西方跟东方文化在台湾融合以后产生的这种民主的治理，我们有 自主性，又有自律，又有为别人着想的这种想法，才有办法实现当今面对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也就是 COVID-19 的这个疫情的时候，台湾可以用民主治理的方式让我们疫情控制的这么好，刚好可以对比出中共不管他疫情控制的怎么样，因为他还隐瞒疫情，我们到现在为止不知道中共到底内部到底死亡多少人多少人感染，我们大家不是完全信任他们的数据。那纵然他们控制的很好，但台湾的这个控制疫情方式是民主治理方式，跟集权威权治理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封家、封门、封院、封城市啊，违背人权，甚至于有些人生命因为这样白白牺牲，而台湾不牺牲任何一个人作为代价。虽然我们疫情也有牺牲的，但是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故意被用强制的手段造成他牺牲的，所以这个民主化是火车头，带给台湾太多太多的好处了。那么台湾的民主化虽然这个优点既有自由，又有平等又有公平正义，但是台湾毕竟是一个新兴民主国家，而新兴民主国家所碰到的问题台湾全部都有，包括制度化不足，包括民主深化还有待努力但是我们的自由已经拿到世界上非常高的等级经济学人给台湾全世界第11名的评价那个网络自由，自由之家给台湾全世界第5名的评价，那自由分数现在被评为高于美国，高于法国但是呢，台湾除了一般新兴民主国家都会有一些制度化不足民主深化还有待努力，民主品质还不够完善之外，我们有其他新兴民主国家所没有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共给台湾的压力。所以中共集权对台湾的压力，这是民主政治要永续长存下来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民主理论大师罗伯大佬特别提到，民主只有三个缺一不可条件，任何一个条件缺失，民主政治无法运作下去。第一个他所提到的就是军队警察完全接受民选领袖的领导，第二个他所提到的就是没有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第三个他提到的是民主的文化素养、文化培养民主的文化。所以台湾好不容易控制的军人基本上不敢至少他当兵的时候卸任以后，有些将军脑筋不清楚，还跑去中共那边参加国庆，那另当别论。现役军人应该没有人敢叛变，没有人敢这个作乱所以军队警察军人控制在民选领袖之下，虽然有些人可能还扬威一为，但是基本上还不会太大问题。可是台湾碰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困境，就在于中共敌视台湾民主外部势力。按照民主理论的讲法，这样的民主是很脆弱了。虽然我们确立了自由民主，我们巩固了民主，我们政党轮替了，但是呢，在台湾这个部分还是非常脆弱。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了解，台湾虽然1996年就确立为主权在民国家，但是陈水扁在2000年到2018年，民党也执政过，但是那时候是少数政府。台湾要直到2016到现在只有6年而已，才是完全的政党轮替，就国会轮替2016才发生。所以台湾2016以后才有办法实施转型正义的问题，而这转型正义里面最重要就是国民党党产的处理。因为东欧国家随着共产党垮台，他们不需要处理党产议题，
但是台湾国民党跟国家的关系若即若离，所以2016以后台湾需要处理党产议题。那么民主政治呢，除了权力趋向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之外，还有第二计划非常惊心动魄，那就是杀父之仇欲望，夺产之恨难消。李登辉当时从事民主化，被称誉为民主先生，让资深民意代表下台，光荣下台，平和下台。当那时候是拿国家的钱让他们下台，而他们当时领的钱是当时我当政大老师的薪水的两倍啊。那么但是民进党2016上台以后，他需要处理当党产的议题，刚好剥夺了既有既得利益，不管党的既得利益或者是军公教特殊的既得利益。我今年8月要刚退休，如果我们的年金不改革，原来我领的薪水会高于我还没有退休的薪水，而且有很多部分是免税，所以原来如果不改革，那我退休的福利比继续当教授还好。现在我退休以后降低为80%左右的薪水，我欣然接受。我降低成八成的薪水，已经是台湾人至少要两个年轻人工作他们的钱的总和是我现在每个月领的钱。因为台湾的薪水没办法跟澳洲加拿大欧洲或者美国相比。那我们纵然是如此，我每个月领的薪水在台湾可以聘两个年轻人的薪水。所以台湾民主化以后，现在做转型正义这部分，刚好碰到国民党2016失去全国的国会的多数，2020再一次他们有政权轮替不适应症候群，他们有政权失去不甘愿症候群。好，一个是政党轮替不适应，一个是政权失去，因为他们一直都以统治者自居。1949年国民党政府带100多万同胞到台湾来，一方面给台湾带来一个民主的大融合，但是另外一面当时是真的来这边是实施统治的。所以跟早期像我的祖先早期从中国大陆过来不一样，早期过来是接受统治的，因为这边本来就有在运作的政府，那来这边他从头开始。可是1949年那个是一个不同的状况，而这个状况现在这些老兵或者一些老先生他们是不大适应这种政权变迁的，这种政治局面变迁的。所以台湾现在有10月23号他们还要发动一个罢免一个非常优秀的少数党的立委。那台湾现在我看的都很难过，因为没有道理也要罢免。然后呢12月他们还有公投他们马英九任内容许美国的牛肉进来没事，现在民进党政府决定开放美国猪肉进来，他们要实施公投来否决。全世界先进国家都接受了日本的所谓的核死，所谓日本这个核能灾变发生过的地区，现在他们都包括美国都开放进口了，全世界只剩下中国跟台湾不允许不允许日本发生过核灾变那些地方的农产品进口。那他们现在也要也曾经发动公投否决了。那现在2年到了，台湾想要开放的时候，要加入 CPTPP 如果不开放，那人家会觉得台湾为什么都只要占便宜？可是反对党要发动公投来做这种反对，所以台湾的这种民主政治呢，因为受到中共的这个压迫，加上内部的这个政党的态度的不同，所以台湾民主政治现在正受到一个非常严厉的考验也就是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政党竞争本质上应该都很好，长期都是很好，但是短期之内会受到中共这种压迫，包括假讯息包括中共全面的渗透。所以胡平先所谈的这一部分，我认为如果放在共产党对付台湾的态度，他根本不接受台湾的民主政治的政党轮替，他根本不接受民进党执政，所以他现在全面关掉正式的管道、非正式的管道跟我们现在台湾民进党政府的交流蔡英文总统坚持一定要有主权是维护自由人权，但他从来没有想要去挑衅中共霸权，他只是不接受九二共识，因为九二的时候台湾还不是民主国家嘛那九二共识 是根本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嘛，他说那是有过，他只接受有过和谈有过谈判的谅解的共识嘛，但是中共他强加
一国两制在九二共识里面，所以一国两府如果用南北韩的模式，北韩实力太小，没办法压着南韩，那一国两府要在台湾接受成立，要中共政权变迁才有可能。那中共政权变迁如果要接受胡炳兄所说的一国两府，那比照南北两韩，那就是只要台湾加入联合国，台湾可以接受一国两府。台湾只要加入联合国，台湾只要能够有机会像南北韩一样，我们跟美国建交，我们加入联合国，也可以接受一国两府，一国两府或者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国际外交地位被打到这种地步，还要接受一个中国的话，那全世界都会觉得说，因为外国人他不会想那么清楚啊，他会觉得你台湾接受中国嘛，他为什么要捍卫台湾？所以这个关键在于中共的集权专制。所以我完全同意军涛兄所讲的，整个台海两岸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共集权专制，只要中共集权专制不倒，台湾海峡两岸无法和平相处，只能控制冲突。我也希望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可以共同来守卫台湾，知道中共非拿下台湾不可。习近平上台以后，从武帝毛邓江夫习到三皇毛邓习，我去西藏看到就他们的那个街头就的那个画像，就是这个在那个布达拉宫看到，就是武帝三皇。然后呢，他现在根本想要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果，他要跟毛泽东并列二王。那并列二王以后，如果他连任，他想要超越一尊，唯一的攻击就是想拿下台湾，非拿下台湾不可。所以就在今天以前，昨天他们先庆祝所谓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他所谈到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非拿下台湾不可，台独势力是最大的障碍。我一看到我都觉得嗤之以鼻，中共集权专制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大的障碍，中共集权专制才是台海两岸无法和平的最大的因素。所以我赞成刚才崇义兄所讲的，自由民主国家不能再有任何的绥靖政策，不能有再有的一点点幻想。美国我可以理解因为现在苏联跟原先的苏联跟现在中共不一样，原先的苏联跟美国是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现在中共镶嵌，中共的经济镶嵌在自由民主国家太深入，所以自由民主国家跟中共那边有太多包括台湾都有太多商人在那边有利益。所以如果说为了这个长治久安和平解决中共问题，能够暂缓，不要急着处理，我赞成。就是中共垮台是必然一定的，但是中共垮台我们希望它无声无息的垮台。所以我希望拜登说美国不是要跟中国打新冷战，那是口头之说啊，事实上新冷战已经悄悄在打了，因为中共早就从冷战早就从统战变成超限战。所以不是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国家要不要对中共发动新统战，而是中共早就在发动对自由民主的蚕食鲸吞，他的目标就拿下台湾，以夏威夷跟美国在太平洋两边管制。所以中共一直都将台湾海峡当作他内海，日本一定要 看清楚，澳洲也要看得清楚，澳洲一定要看得清楚中共的野心非拿下台湾不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自由民主跟中共集权专制是无法并存的，可以做一些妥协，但是妥协目标不是永远的妥协，也不可能永远和平。中共集权专制只要不垮台，和平始终一定会受到威胁。所以我认为这个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政客政治人物在思考问题一定比我们学者还复杂，他们可以有些事情只能说，有些事情只能说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情是只能说不能做。那但是我希望他们要看得清楚，那就是自由民主跟集权专制是无法在这个世界是不共戴天的。等到我们解决中共问题以后，我们就共同来思考人类面对大自然地球环境污染跟破坏的问题，也就是全球暖化问题。
中共现在就是看准西方国家希望解决全球气候暖化问题，用这个来掐住西方国家说你不能把我打靶。希望我希望自由民主国家应该 要看得清楚，第一步要推倒中共专制，或者要适应气候变迁的过程中一定要先打倒中共集权专制，然后再共同携手来解决这个气候变迁，解决资本主义造成的这种无限消费造成地球资源浪费的问题。这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对最大的两个议题，就前半世纪面对中共集权专制非垮不可的问题，那二十一世纪后半段面对人类要共同全球人类一体共同面对地球资源危机的问题。所以今天辛亥革命纪念百年，作为一个台湾的一个小小的人物，一个小学者，我最喜欢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蝴蝶一样渺小，但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蝴蝶效应。那我希望我们这个一个座谈这样论坛规模不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我感觉到非常的精致，我非常高兴我们有这样一个论坛，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有谭兄。那个个人认为台湾的安危取决于西方国家，尤其是以美国所领导的西方民主联盟的一个态度和立场。在那个之前纽约举行的这个研讨会上，前那个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事务顾问余茂春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说，保卫台湾要像当年保卫西柏林一样，如果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这个能有这么深刻的认识，能够有那么坚定的这种看法的话，那我觉得台湾的安全就有很大的保障。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说啊，我不太迷信这个西方的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他们的那学者的不太迷信的，当然我尊重他们，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这个视角视野，但是我觉得这个研究中国问题啊，还是需要我们这个从中国这个出来的这些学者，他就这些人对中国问题两岸包括两岸事务哈，会看得更深刻更透彻。那么下面呢我们也知道近些年来哈，有一个日本议员叫牧野，他非常关心支持中国民主化运动，那么也非常关注少数民族，包括新疆那个维吾尔族，包括那个台湾问题。今天呢那个牧野先生呢为这个我们今天的会议呢也发了一个就是做了书面发言。那么请那个日本的东京民主之声的编辑那个副主编董鹏先生给我们用念中文的发言啊，谢谢。好的，我来代读牧野先生为本次大会发来的祝词。中国民主党团结联盟钟锦江主席，北京之春薛伟经理，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王军涛主席，参加本次讨论会的全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牧野圣修，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能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目前，新冠状肺炎病毒疫情仍很严重，祝福各位平安健康。两天前，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菲律宾及俄罗斯的两位新闻工作者，以表彰他们为保证言论自由所做的努力，而言论自由是民主主义和持久和平的前提条件。他们的理念和追求是实现民主主义，并以和平方式实现该理想。诺奖实际上是给了全世界非民主主义国家的人们以和平方式追求民主主义与言论自由的人们的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8日对两位新闻工作者获奖表示了祝福，同时提到，报道自由是捍卫和平、正义
和人权所不可或缺的。在此，我特别要提及1979年胡平先生发表《论言论自由》。胡平、薛伟、中国民联、北村的民运朋友们为争取民主主义、言论自由已经努力坚持40多年了。胡平、刘晓波、中国民联、08宪章的签署者们一直倡导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追求实现中国民主主义。目前台湾海峡已经到了面临战争的状态，现在和平对于两岸来讲至关重要。台湾现在已经是言论自由的民主主义国家，现在美国、欧盟和我们日本这些民主国家对台海的和平极其的关注，台湾的民主主义是未来整个中国的一个模式，所以保护台湾的言论自由和民主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台湾问题与中国民主化问题是表里一体的。台湾的朋友们，为中国民主主义而战的民运朋友们，西藏的朋友们，维吾尔的朋友们，南蒙古的朋友们，香港的朋友们，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实现中国民主主义，才能解决台海的和平问题。牧野圣修，日本前经济产业副大臣，日本人权财团理事长，2021年10月10日。非常感谢那个牧野先生，也谢谢董鹏和金钟兄。刚才在这个牧野的这个致辞里呢，提到中国民联，在民运的这个，我们从事民运的都知道，提到中国民联，就会马上联想到另外一个兄弟组织，那个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主联盟，那个团结联盟呢，是基于79年民主墙的这个一个继续，1983年在纽约成立的。那么89年89民运之后，一批流亡者在巴黎成立了民主中国阵线。今天呢，在这个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的呢，不仅有学者，也有也有这个老资格的坚守了30多年的民运的朋友，其中的一个呢，就是在澳洲认识最早的，也一直坚持了30年的民运同道，现在是民主中国阵线主席。那么我们下面请呢，秦进呢来给我们发言，秦进上线的吧，秦进。上线了，上线了，上线了啊！啊，现在轮到我讲了是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锦江啊，那个听得到的啊，听到，啊，听到的，好吧，谢谢锦江，谢谢民联搞了这么一个活动啊，今天是10月10日，双十，1911年的那个辛亥革命啊，改变了整个中国啊！今天这一天是值得纪念，在这个时候举行这么一个研讨会，非常有意义。其实我在17年前的时候呢，2004年的时候就写了就台湾、大陆和美国的三角眼，这一篇文章啊。那么我现在再来看看这个三角关系啊，其实始作俑者呢就是美国人。如果再把问责的那个范围缩小的话，就是美国民主党。美国民主党对中国、对东亚的昏庸政策，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那么，若非金日成开打朝鲜在先的话，今天就没有两岸问题了。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一起享受共产专制的统治。杜鲁门和埃奇逊早就把台湾拱手送给了毛泽东。由于是韩战，改变了台湾的命运。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很多历史事件，很多事情都是一件小事情引起的。本来呢，我一直认为呢，是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错误或者说是失误，现在不这么看了。美国民主党压根就是故意这么做的。麦克阿瑟呢，他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说，叫《老兵不死》，他讲出了杜鲁门的行政当局犹豫对北京和莫斯科的软弱投降。
因此坚决否定麦克阿瑟要求台湾60万军队参战的要求，并且不惜把麦克阿瑟给撤职了。最近呢，大陆炒作的电影《长津湖》战役，实际上是美军是带着脚镣，被那与中共作战的，与志愿军作战的。麦克阿瑟希望是一起铲平金家王朝，杜鲁门是一心要捍卫金家王朝。以后呢，就是再过来时间再转过来呢，就是在冷战当中的美国不占优势，而中苏交恶了。美国呢已经用计谋呢拉拢北京。从1971年起，尼克松呢就开始放弃台湾，同时被背弃的还有达赖喇嘛。所以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策呢，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974年出来的。1979年元旦，华盛顿与北京建交，对那个中华民国台湾实行的是断交废约撤军。1978年年底12月，在美国跟那个中国建交前几个小时才通知台湾，在半夜2点多钟，美国大使才通知，把那个蒋经国从梦中叫醒了，这是非常非常残忍的，直接就把台湾给送给了邓小平，那是卡特干的事情。蒋经国强忍的悲愤啊，以3步策略对应对岸：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台湾关系法是事后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一言硬塞给了那个卡特。以后呢，就有一位统战部的官员呢告诉我说，邓小平比较识时务了，根据当时的中国国力和国际环境呢，知道台湾是拿不下来的，所以呢，两岸能够和平相处。如果发生一些交火的话，也都是口头上的，就吓唬吓唬对方而已。那么台湾基本上不做这个强势行为了。但是到了本世纪初呢，情况发生了变化，两岸实力呢差距就加大了，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呢，直追美国，这给习近平增加了很多胆气。这也是美国民主党放水的结果，就是克林顿干的事情，强拉硬扯的把北京拉进了世贸，一起成为世界工厂，国力直追美国，他的舰艇下水啊，犹如下饺子一般，这个说实在那厉害，非常非常厉害。那么一直到了呢，2063年总统川普呢，他直来直去，他上去了，不知怎么回事，他进了白宫了。他这个人做事比较胆大，直接就告诉习近平，千万不要动什么歪念，你不相信的话，我昨天就扔了叙利亚59颗导弹。对习近平，我认为他这个还是有足够的警示作用。所以说习近平呢，基本上也在川普这几年当中呢，基本不敢乱说乱动，精神也比较老实，也比较本分。那么伊斯兰国呢，在奥巴马时期是几乎非常非常的强势，但是到了川普手上呢，很快就让他灭绝了。去年2020年才开局，伊朗的那个叫苏莱曼尼就被无人机给斩首，这一下世界消停多了，伊朗呢也比较老实啊，比较整个世界就比较平安。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呢，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了。那么拜登呢，就是进了白宫，我用一句话叫 Biden sneaked in the White House， 就偷偷的溜进去了。这个局势呢，美国这个局势的变化呢，对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钟锦江来说呢，钟锦江博士呢，他是为之欣喜若狂的，这是他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结果。我是灯塔熄灭，治安已灵。不过呢，拜登呢，也不过是美国政治、经济、科技、媒体这些精英们联合在一起推在前面的皮影，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后面的无面人拉着体现。所以说呢，现在任何行为不要看成是拜登的行为。拜登是最近发明了一个新的词嘛，叫 shat，shat 就是 shit 和 fart 放在一起的词啊，放在一起就是嘲笑他们的，就放个屁就把那个屎给拉出来了，是真是假的，以后再去查实嘛，对吧？所以说不要把拜登看得很重要，其实拜登后面有人，一群人，就是整个世界的邪恶力量。所以说现在的台湾、中国、美国的三者关系呢，确实处在一种危险之中。习近平的任何的误判和野蛮都会让世界陷入危险和灾难之中。以前中共不开打，首先是军力不够，其次是呢美国呢还一只眼睛看着。现在中国军力强了，所以说澳洲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才有了上个月的 AUKUS 的建立啊。前两天澳洲总理艾伯特又去了台湾，那我认为他是
对台湾有很大的激励了，也是向世界宣示了正义。当然，蔡英文表现得也很好，不求战，不求战，哪怕是玉石俱焚。现在问题呢，就是北京这一方出了习近平，他混不吝。他看准了拜登呢会瞌睡，有可能会开战，以为他可以一举拿下台湾。那么刚才呢，李又谈教授说了，就是希望澳洲能够把这个问题看清楚啊。 其实呢，这个我是在澳洲的，这点呢，我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就是澳洲如果联盟党上台的，在执掌这个联邦政府的话呢，他就会呢，由于保守主义呢，他对那个世界的危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就比较清晰，他就会做出这个举动。所以说呢，现在澳洲的表现，我一直认为是表现得可圈可点，非常好。那如果说是工党上台，那我们澳洲现在就已经沦陷。 不，根本就不用再说什么能够对那个国际格局能够看清了。所以说，现在那个世界，主要就是有这个五眼联盟、四国联盟和三国联盟这三个不同的联盟，都是好像是针对着北京。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多元。最关键的就是领导力和决心。那我认为，美国民主党是绝对没有的，千万不要有抱有什么希望啊。那么实际上呢，我认为。 我认为，只要中共政权一息尚存，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之下，他不太会选择开战。对台湾，他也只是恫吓。当中共行将走向覆灭、军事打击台湾呢，就完全可能是不可避免了。结果就是台湾成为焦土，中共因此垮台。我相信习近平和中共会算这笔账。不过近一段时间呢，连续中共军机绕台，他想干什么呢？ 难道习近平真的决意要挑战，引起战端吗？那我认为，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中共已经算过了，知道自己呢已经难以为继了，一定要拉上一个垫背的，那就是台湾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不幸了。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去年那个中国的那个这个那个御用文人狄东升他讲了，拜登进了白宫，中共川普时期的压力。 所构成的政权危机呢，马上就化解了，现在确实是化解了。那么，我又很悲观的看到这一点啊，冷战结束呢，是由于里根、撒切尔同为世界的掌舵人，加上一个无我的戈尔巴乔夫。那么30多年后的今天，彻底改变了中国和影响世界未来走向光明的政治机会。它其实已经悄然来临，但是瞬时之间呢，就被世界邪恶势力。 合力摧毁民主党高科技左媒，一起用蛮天过海的欺诈手段，将可能创造世界新辉煌的人挤出，把握航向的舵轮这个位置，世界又开始撞向冰山，驶向黑暗，驶向深渊。所以呢，我们只能默默祈祷了。习近平的恶念如果能被神灵遏制，不然的话呢，台湾成为焦土，中共倒塌，中原的生灵涂炭。 世界也因此毁灭。现在的世界应该是邪恶在主导着，美国的民主党和中共正在携手并肩，在引领这个世界。好，我就先说这些，谢谢。好，谢谢秦静兄啊。那个后面的发言，我感觉像在写小说。咱们这个不同的看法，以后有机会多交流。那么。 台湾现在到底真正是一个什么形势呢？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在台湾研究心理战31年的心战专家，也曾经是台湾幕僚单位官会的研究员的许如恒博士。那么，我们想希望听听这个许兄作为一个。 对两岸都有深刻研究的人，他的一些看法。下面请徐教授发言。谢谢这个主席。你们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到。OK。那么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第一个，我就是非常的这个。 兴奋也非常荣幸啊，能够受邀参加这个会议啊。第二个呢，就是我看到好多老朋友啊，
来向那个冯崇义冯教授啊来高见啊，王敬忠啊，好久不见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啊，都没有机会啊，能够这个出国去开会啊，所以说啊，这个对这个会啊非常有期待。那但有一点呢、啊，我需要能够这个先表明，就是各位前辈啊，在我的心目中啊，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你们都有非常这个崇高的理想啊。那我不是，我只是一个做研究的一个，可以讲是说一个技术工人呢、我就是全部的啊单一体从事这个心理战方面的研究。那么今天啊，这个会啊，我看这个，钟博士啊发给我的这个一些的背景资料里面说，这个会啊，它的主题就是探讨中美台关系的一个研讨会。于是呢，我这个啊，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中美台不是中美英日啊什么的，是中美台，就是这个中美台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如果说真正说要向我们研究军事啦、这些议题呢，那就是三方势力的互动，其中一个交集点就是台海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中美台的关系会是如何啊？那我必须要说明白，我刚听到这个牧野先生讲啊，说他就是宣读了那个会议的主持啊，里面他是说，台湾啊现在已经面临了战争的一个状态。关于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要探讨问题，就是战争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第一个，会不会发生台海的战争啊？第二个呢，如果要发生战争的话，到底啊会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到底啊台湾能不能挡得住啊？这个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我就是以这样一个论述的一个模式啊，来谈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供我们各位学者、各位专家、各位前辈们做个参考。第一件事情啊，那就是中共啊，在一直啊，在这个对这个台湾呢、啊、进行所谓的军机绕台的这样一个行动了。这个军机绕台啊，各位都知道啊，这个五天之内可以这个派出啊100多架的战机。事实上啊，从今年开始，就是2021年开始，到现在10月，今天是10月10号嘛，中共军机绕台啊，已经达到170天以上了啊，出动的战机的架次呢，高达啊600-700架。如果啊，有过去啊，在美军呐、啊、美国的特战部队里面受训了。如果是你敢呢、啊、到美国的这个本土去给他飞个几架的话，早就打起来了，早就打起来。不要说是什么600多架了，6架你也要打起来。就是美国人，要是对台湾呢、啊、已经飞了这么久了，飞这么久了之后呢，那么到底是目的何在？我刚才有听到，我们有一些的那、这个。在前辈啊，提到这个到底目的何在啊？我看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外交家，这个在学术上是具有相当分量的一个 PD article 啊，他是提到的，他说哦，他们认为啊，这个军机绕台的目的何在？军机冒台的目的呢？他们认为是要刺激台湾民众的恐惧感。这样子啊，那就是心理战啊，典型的就是我们在学术上定义叫做威慑啊，台湾叫威慑啊，大陆可能叫威慑心理战，这样子效果怎么样？效果很差，效果很差。那么就是
在台湾呢，哈，就像我现在就人在台湾啊，那授课啦，或者是说朋友啊一些的聚会啊，难免都会谈到这些的问题。那么你就问说，哎，台湾现在是不是要发生战争呢？为什么说哈，我们必须要去政治责任？因为是研究心理战的人，他一定嘛，一定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的，很有兴趣就是说，在国外啊。在美国，在澳洲，在日本，说哇，台湾要打起来了。那么台湾的人到底是怎么样？没有感觉。于是啊，就有人就问我说：“哎，这到底是要怎么解释？”我说：“这很简单啊，因为台湾的主流媒体不报道这个事情啊，不报道这个事情，不知道，或者是说刻意的忽略，你连消息都没有，你怎么对这个？”哎，消息有所行动，不过这造成一个影响。这个影响就是说，中共啊，确实在我个人看起来，确实啊是有意去威慑台湾的 也确实啊要借由这个机会啊，是要去等于说要去羞辱这个民进党政府的，这个都不自不待言。但是啊，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效果不好，所以说就是说，就得要逐次的去增加这个压力啊，就是从单机、双机到现在，几乎把台湾的这个 ADG 啊，台湾的领空啊，当做它的训练场了、啊，几乎变成这样子的。可是啊，我的学生啊，我学生就是国防大学。专门研究心理战的博士生啊，那他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说哎，这个代表是什么意思？我说哦，这个哦要从这个过去的战例里面去比对、去分析啊，非常的明显的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争的一个进行的时候，武力战还没开始之前，心理战一定早就展开了。像啊，这个我们看到一个例子非常有趣的，对吧？中共这个空军呢、啊，一个特战的部队啊，发布的一个影片。这影片是讲，是影片的名称叫《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啊。那他们这个老师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心理战，因为影片做得很美、啊。然后呢？各位可能不知道，各位知道这一段，但后面不知道。不知道那是怎样，就是说，我们这边台湾这边立刻发布了一个所谓啊一个国际弟兄做的，叫做这个什么，叫做你的小鸟啊，转眼烧成灰呀 各位可以在 YouTube 上找一下啊。这换句话说哈、啊，中共对台湾做了一个既有。非常强烈的心理战意涵的影片要给台湾人看、啊、那台湾人看的多不多？我跟你讲看的不多，因为我查了一下，五万人看而已、啊、这五万人呢不还就是说 YouTube 上显示的，这不会只有台湾，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可能看。五万人你能达到什么效果？随便一个网红啊，他的那个看的这个次数啊都是几十万，有的哈、哦专门在做那个美食的、啊、我看了都几十万、啊、这五万实在不算什么。可是啊，我们这边呢、啊、一个所谓的一个国境弟兄闲暇之余做的一个相对的影片，其实做的品质非常好。这是一个国境弟兄，我跟我的学生讲，我说哎呀，这个哈不可能，什么一个国境弟兄？因为你各位如果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影片的内容，制作的品质啊，这不是单人可以做，还把那个歌啊重新唱，啊，重新再唱，你自己能唱吗？你一定要找歌手来唱啊，对不对？你个人能办到这样子吗？所以说啊，心理战早在进行，但是我们问一件事情，这事情就是说，难道就这样子吗？我说不是，你从历史上的战争，因为武力战之前都一定会有心理战，你去看他的心理战是怎么样的模式。我说如果、哦、他要跟这个武力战密接的话，那他要做什么事情？他最重要的啊，对台湾而言，都突击，
因为台湾有四面环海，中共啊比较擅长的是陆战，他连挖地道他都干了。那现在呢，你要如果说以台湾四面环海，你如果说啊不做突击的话，如果各位有去过这个金门呢，就知道以前我们是四岛部队的，到那个金门，那个金门那个从这个岸边哈，一直向外海延伸呐、啊，那个铁轨啊，就是反登陆的那个铁轨啊，各位知道啊，那个有多长吗？至少都一公里以上，那个两三公里这样很复杂。然后还有啊，就是你就是登陆之后滩头吧，滩头都是布雷啊，然后呢还有交叉的火网。金门其实在过去几十年很安全，原因就是说它展现出来了，就是说我反登陆战的措施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退场的时候就看见了。那台湾呢，台湾一共有12个适合登陆的这个海滩。那我要这样讲，就是从技术层面来说，如果你只是用飞弹啊飞机啊飞来飞去没有用，你要造成决定性的一个结果，就是要部队要上去，也就是要展开登陆战。那台湾一共有12个地方啊，有大部分都集中在西岸。这些反登陆的措施，如果做得很好的话，你要登陆很困难。可是啊，我们还不讲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中美台啊三方的关系，在战争这边来讲，就是如果说哈、啊。战争要发展到登陆这个阶段、啊、那很严重 啊，那就是结果就是几天之内就会出现了、啊、那但是如果、啊、你台海发生战争，台海发生战争、啊、也就是这个陆战的阶段，那我们过去研究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从、啊、福建的平潭，福建平潭是最距离台湾最近的大陆的一个点，那到新竹，我现在就住新竹啊，128啊，那么这么短的距离啊，海上运动的时间要多久啊？我过去在一些单位演讲的时候，正好有机会就是跟那些我们海军啊的这些干部啊，就是私下聊聊，问他们啊。最早跟我讲就是说要12个小时，就是海上船渡的时间要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部队没办法展开、啊、所以说、哦、如果在渡海的阶段要打他的话，那这些要登陆的船舰会变成铁棺材。那意思就要问呢、啊、我们能不能办到？台湾没办法办到，台湾没办法办到。谁有办法办到？美国有办法办到。那美国要参与要怎么样参与？长距的武器，他就是美国最怕的就是伤亡，但是如今的武器的进步之下，他用长射程的武器打这个渡海的部队啊，渡海的部队那有那么长的时间啊，那现在啊，你现在看到就是说中共的潜舰啊，在台湾的四周啊也进行某种行动，他干嘛？他要缩短这个渡海的一个距离。这个渡海的距离啊，目前我看到的数字是变成6个小时，6个小时也是很够你打的啦。只要打，如果美国愿意帮忙的话，那这场战争呢，中共其实是没有胜算。那他在想办法，还是想办法要怎么样子让我们？那，哎，我这地方小弟透露一下了，因为我是专门在研究这种东西的人，那么。就是一个学界的技术工人，所以中共那边其实多少年来啊，一直啊都希望来拜访我。那也过去疫情没有的时候，也是每年都会有，都有各种名誉啊。那但是你到台湾来，你说你是什么教授，什么等等啊，3年2年就知道你是什么单位的啦。啊，那于是呢，他们说哎。许某某啊，我们希望说能够跟你请教一些问题。我说那我请教你一些，我那样正在对的啊，我要请教他们什么问题？我要请教的最近的请教就是，到底会不会武力换台啊？那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学术上的轨道，
不管你后面的真实面目是如何啊，但是至少表面上要维持一个，哎，这个宾客相待、坦诚的相待之道。我说那你能，我这个问题啊，你问我那么多问题，我坦诚以告，那我问你这个问题，你不能就这一点，就这一点就好了，告诉我，要有没有在武力换台，要准备武力换台。他们给我的答案啊，这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讲过。他们给我的答案是说，一直在准备的啊。目前来讲，现阶段没有武力换台的一个决定啊。这个就有意思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共一直在作训啊，在装备啊，等它进行啊这个武力换台的准备，但目前为止没有。那目前为止没有是跟你讲，他必须要进行动员，不管是人力物力动员。那么我这位这个朋友，他就是福建啊，哎，福建啊这个省政府啊的一个高官啊，我都知道的。那么我就问他这个问题啊，我就问他说，那你们福建方面有没有在动？他没有，但是一些相关部门在准备，其中有一个单位啊。叫做311办公室，哎，看一下资料啊，311基地啊，叫311基地啊，这个311基地啊，哈，啊，是讲是解放军的一个单位。那这个311基地啊，是设在现在是设在福州市。那么在这个福建呢，啊，有对台的一些单位，譬如说广播啦，啊，华裔广播公司啦，电台啦，等等这些。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为什么解放军的单位现在311办公室设到了福州呢？这前进指挥所。同时呢，就是为便于对台的一个心理战的一个布局啊。所以就派出就这样。我们光部如果今天要到金门去执行一个什么任务，我会派出一个特遣的单位过去统合，啊，加强啊这个指挥联系的关系啊。啊，311基地，各位可以上网去查这个单位，其实啊，我一查资料说2000年就成立了，但是最近特别的活跃，这是表示什么？这是表示准备工作之啊。哎，警察兄，我现在还有多少时间？哎，我听不到你声音呢，啊。你可以再讲几分钟，对这些我们比较有兴趣，对你所讲的，能听见吗？你关了，你把你的那个开开，听得到吗？现在听见，嗯。OK， 不好意思。这些我们还很有兴趣，你可以作为这个。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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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一个习作，我就是一个习作的工人嘛。你们如果问我的话，对不对啊？我的答案永远都是说，没有立场的答案，就是只有技术层面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谈到哈，我们要触及后面的问题，就是美国有没有这个决心？美国哈必须要介入。当时啊，我还记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就问大陆 的研究人员，我说这个美国哈，啊，会不会介入？美国介入的话，对你们什么意义？我问他们这个问题的，他们跟我讲，他们现在讲就是说啊，这个哎，我们台湾这边呢，啊，我们台湾这边有些人讲，那美国不会介入的，啊，美国不会顾他们自己的啊，美国只会顾他们自己，不会介入的，因为战争的风险很大。那我就问大陆那边的啊，那他们就跟我这样讲，他说，哦，要不要打台湾跟美国要不要介入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哦，美国要介入的话，他们就顾忌比较多，比较不会打。这个各位前辈，你们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啊？我们台湾这边呢，虽然靠自己保卫自己 不要去靠美国，啊，但是，哦，如果，哦，美国，哦，强力的表示说我一定的要保护台湾，那我跟你这样讲，他们的答复就是说，那我们就不想打了，因为这样子比较没有把握了。其实我是听起来，在我研究技术问题的人而已，不是很合理。为
什么？那很简单，台湾如果丢的话，那日本就完蛋了。日本啊，经济啊，等等的。但其实啊，日本今日啊，如果你对日本的政经有所了解，你会发现政客讲的话跟一般人啊的感受不一样。整个日本弥漫的就是一种反中的气息，非常的明显。对政客啊，有不同的政客，但是啊，他每到选举的时候，如果哈、哦、每到选举的时候，他讲一些轻松的言论呢、啊，我猜他会选上，或者显得很辛苦，就像台湾一样啊。你如果说你不管这个人在怎么样，你知道在台湾这样子，你说哈、哦，其实很多的考量，我们譬如说，我们希望跟两岸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有利于台湾的经济啦、啊、和平啊等等这些，可是。你选举的时候，只要你显露出来、啊、你跟中共、啊、被视为是同一路人，你就没有可能，你不要选，这个就是现实的一面。但是美国、啊、到底是一个跟日本什么样的关系？我当年在美国的时候、啊、我发现了、啊、美国的新闻媒体报道日本的量，新闻量很大。后来我谈一谈，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是怎么样？你们是把这个美把这个日本啊。当作这个美国人是吗、啊、所以说你们报道的新闻很多继续无理这样报道。我没有讲出来，就是说你们是把日本当你们美国的殖民地是吗、啊、所以说、哦、美国不能抛弃日本。你日本的保得住的话、啊、台湾不能丢。那美国会不会介入？他为了日本 他一定要介入。他怎么介入？他不要人脸伤亡。美国的武器啊，武器弹药库等等，这全世界第一。他们问我一个问题、啊、我说我个人的意见。我说我什么意见呢？我说什么辽宁号啦，什么这些航母 啊，然后战机弄起来，哦，你中共今天的精力就可以跟美国相提并论的。我说你是太外行，我在美国部队里面啊待过的，我很清楚的。美国的军事训练是严格，从来都是实弹演习，还有什么？还有，我看这个中共啊的这个演习啊，这个子弹都没有带，啊，那也有，那也少部分。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什么实弹演习啊很少、欸、那么、啊、美国不是、啊，美国的 F-35 啊，都还没开始上战场就准备要退役，所以哈、啊，对美国而言呢、啊。打一打之后啊，还可以消耗一些那个储备量，啊，不然这些武器过期了就完了，啊，再来呢，哎，打一打还可以帮忙美国的进口商推销武器、推销装备，所以美国要介入其实没那么难，他就是演技嘛，他不要人脸上来，飞机飞弹呢、啊，在你渡海当中的船给你打掉一些，然后呢，再来还是心理战啊，报道这个多大的伤。这够，我对不起啊，我可能讲太多了。其实我是很乐意的、啊、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所见啊提出来跟各位交流。我的结论啊很简单，如果各位啊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我的结论简单的、啊，那就是啊，台湾的安全啊，台湾的安全既要内部要团结，也要靠外力，要得道多助啊。台湾的安全必须这样子，这才是比较实际的。不要讲一些空话啊！虽然很有理想，但是并不要切合实际。那这真正的一个台湾的情况怎样？台湾现在已经变成了哈，这个蓝绿之间呢哈是没有已经没有整合的希望了。为什么？我在台湾生活几十年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蓝绿阵营之间。的那个互相的争恶、互相的蔑视这么严重，我从来没有看过。啊、这个台湾哈、啊，如果说哈、啊、没办法团结在一起，你即便就是台湾的各款登陆措施做得很难，要有人去执行。那现在是形成一个什么态势？这样一个态势就是说，有极统也有极独的人。这极统的人，很多人呐、啊、认为说，啊，极统的人，人数不多了哈，没有什么作用了。我说我的看法跟你们可能有点不一样。我的看法是什么？我看法是说，以中共啊习惯的一个作战方式，他必须要内应。中共这么多年来啊，过去啊，刚那个李友谈李教授也谈到这个三步政策，
三步政策其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反侵占领措施，或者反统战措施，就是不接受、不妥协、不谈判，维系的就是这三句话，然后后面的作为，维系的台湾。几十年的安全，可以安心的去发展台湾的经济。但是如今呢，由于台湾政情呢激烈转变的关系，造成了两大政治不是不能合作，是已经到比杀父之仇可能更严重的互相憎恶的地步。像我们李教授啊，是利益里面的理论主要战将，你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他提到张亚中，张亚中是另一类的人，这个你们可能要到台湾生活才比较能够了解我话中的意思。但是我要这样讲，就是说，你台湾如果没办法团结，没办法团结，你要抗敌很难。可是他还有更大的危险，那就是中共终于可以找到他的合作对象了。加之你很憎恶哪一个浪的，然后。你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怎么样？于是呢，不惜啊跟魔鬼交易，台湾就危险了。好，对不起，占用大家相当长的时间，报告到这里。好，谢谢。中共是不是真打台湾？有多大的决心打台湾？以前我们这个在几十年前就曾经。在大陆决定修这个三峡水坝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想起以色列那个埃及的阿斯巴水库嘛啊，就说什么呢？如果这个海峡两岸要不要打仗，中共要不要打台湾，就看三峡大坝修好以后，三峡大坝的三峡库区的水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如果中共真是要下决心发动战争的话，他必须预防这个台湾或者这个盟国反击的时候，如果是打到打疯的情况下，一颗飞弹打到这个三峡大坝，那么大半的中国全被淹掉，那么整个中国大陆啊就垮掉了。所以当时就开玩笑说，就看三峡大坝。我这个题外话啊，好，这在咱们以后有机会交流。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今天的活动呢是中国民联跟那个北京之春，和那个民主党全委会一起联合举办的。那么我们今天也有幸请到北京之春的主编，旅居新西兰的陈明建先生。那个希望他能跟我们发表他的看法，谢谢。锦江，可不可以先让我们那个纽西兰两位这个年轻人先发言？我这看看待会儿有时间再说，没时间就算了。行，他们两个我也有安排。那么这样子，你稍微等一会儿，或者简短说几句。那么我们现在看看那个驻台这个藏人驻台湾的代表格桑上线了没有？我没有在这里看到他，但是他是原本预备今天发言的。锦江啊，啊，锦江、啊，能不能这个让陈杰讲两句啊？陈杰研究这方面的，这个台湾问题和这个。对，这方面这样子，如果格桑不在的话，下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那个陈杰的研究两岸关系事务的，现在最更多的做中国海外民意事务研究的西澳大学的陈杰博士那个发言，谢谢。好，谢谢锦江啊！刚才听了各位这个先进各位这个老师的这个发言，非常受到启发。那么我今天要说的呢，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是从换一个角来看待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时间所限呢，我也不可能说做具体的分析，只是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展示一个角度啊，说出一个现象。那么如果要继续分析，我们还可以这个我说完以后，我们最后一段讨论的时候还可以涉及。
那这个这几天啊，这个媒体上、啊、这个讨论台湾，讨论这个这个台海安全形势的危机啊，这个报道这个说的非常的多，这个大家都提到，这个西方世界都一致认为呢，这个台湾这个地缘政治呢非常重要，对这个印太地区的和平和安全，那是至关重要。同时呢，西方有义务呢捍卫台湾，啊，也是由于台湾它在这个民主，这个普世价值上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呢，这个蔡英文总统叙述的是非常完整了，啊，自从2017年，特别是2017年，他这个在美国转机，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一次演讲，一直以来，一直到几天前，他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他都谈到台湾，除了地缘政治之外呢，这个价值之外呢，对，也是一个，这个华人地区和亚洲民主化的这么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这个灯塔，就说台湾它的民主转型模式，它的民主政治。对于这个中国大陆，对于这个香港，以及对于，这是他的话了啊，对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人们来说呢，都有很大的这个启发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台湾作为灯塔的这个力量。这些呢，我们都毫无疑问，我们都完全的这个同意。那么如果说这个灯塔被熄灭了，那么对于这个全世界。这个民主联盟来说呢，当然是利益损失呢是非常的巨大。但是我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我现在想的问题是说，我们除了讲台湾这个好像是处于危难之中，啊，不仅是国内需要通过各种立法来防止中共渗透，那么西方国家，包括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美英澳联盟需要。这个思考如何去捍卫台湾的，台海的和平，以及捍卫民主台湾，在这些思考的方法之外，我现在在考虑的问题是说，台湾政府它本身能为中国和地区的民主事业，它主动到底能做些什么东西？既然大家都提到了，蔡总统也提到了。而且我们刚才发言的好几位都提到了，就是说，只要中国还存在着一个集权的专制政府，那么台海和平就不得已就不能得到保障，那么台湾的民主呢，事实上也会遇到这个民主生活的方式也会受到不断的威胁，更谈不上所谓这个民主自觉的这个实行。既然这个中国的民主化与否已经有这么大的战略意义了，那么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么台湾本身除了这个所谓巍然不动的，在那里的一个启发中国人民的这个一个灯塔之外，它还能主动做一些什么东西来协助华人地区甚至亚洲地区的这个民主？和这个人权视野，我们刚才都提到了这个西柏林，都认识到西柏林在冷战时期是整个西方阵营需要极力保护的一个自由世界的前沿。但根据我的研究啊，西柏林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啊，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大家谈到台湾的时候，就把它比拟成这个冷战时期它的西柏林。但是根据我的研究，西柏林它还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作用，那就是说在冷战时期，西柏林它是推动苏联东欧共产集团人权与民主事业的一个主要的基地，也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积极进取的角色，并不是说好像一直强调自己处于这个冷战前线就怕苏联东德的坦克，需要各位保护，需要防止渗透，需要怎么样？这，除非是你是这个007电影看太多了，否则也会看到这个西柏林，他当初还有一个积极进取的，啊，
是西方，是整个西方阵营推动苏联东德的民主化人权事业的一个基地，这一点我们也应该看到啊。那这个是我总的一个立论。那么具体来说，我首先呢，先要说啊，这个先要肯定台湾在推动中国民主化方面，到现在为止，它所确实起到的作用，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否认的。它是一个它起到一种其他很多国家也是西方民主国家所不能起到的一种特殊的作用。比如说蔡总统，他是时不时的关心中国的这个民主的问题，他也会见过两次，在总统府会见过中国的这个民运人士。那么我也看到这个台湾的陆委会呢，每年都把中国在台湾的这个大陆学生和台湾当地学生啊，这个组织在一起，组织所谓这个民主人权研习营，就说把相同苏联的人啊组成一些团队，每年分几个批次到台湾那些在这个民主转型过程当中很有意义的地点去参访。比如说去参访那些国民党时候的那个军法审判的那个法庭啊，一些监狱啊，或者去参访一些，去座谈一些民进党大佬等等。这个研习营呢，这个对中国大陆这个留学在台留学生呢，确实啊有很多的启发。当然他们还组织一定的一些官选团。那么我也要特别的提到，就是说，在台湾已经起到的就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这个贡献当中啊，特殊贡献当中，不应该提到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台湾民主基金会呢，它每年都有一些赞助，这些呢确实也必不可少。说实话，很多中国的海外民运团体、维族团体、藏人团体、南蒙团体，他们在美国民主基金会是不可能拿到赞助，或者说已经不可能拿到资助。那么在台湾民主基金会那边呢，他们就是还能拿到少许的那么一些这么一些资助。还有呢，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他发表的关于中国人权的年度报告，据我观察，是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类似报告之外唯一的一个呈系统的多卷的年度发表的这个中国人权报告。那所以我首先肯定啊，就是说台湾在这些方面呢，官方确实做了一些有价值的这个贡献。但是我有两个问题啊，这是我主要的切入点，就是说，首先我觉得考虑到台湾已经至少在口头表述上认识到了中国民主与否对台海和平、对台湾民主本身的这个巩固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那么我就觉得有些纳闷了，为什么说这个台湾政府包括台湾民主基金会它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一个叙述，也就是说到底就是说在支持中国民主化这个问题上，无论台湾的官方总体还是说台湾民主基金会，它没有一个成系统的叙述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而且我发现啊，就是说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是，2016年之前呢，台湾民主基金会我是根据台湾民主基金会每年的年报来判断，我是每年看这个年报也访谈过民主基金会几次。2016年之前啊，台湾民主基金会在年报上总是有四个，就是本基金会的工作目标，而且第四个永远都是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与人权事业，尽管叙述不多，但是这个洪亮的这个词汇还是写在那就是说令人惊讶的是2016年开始这个说法就突然一下没有了，就是说那么就是说
这个除了谈到这个谈到这个国际推动国际人权交流啊，这个支持民族国际上民族团体等等，除了这个笼统的说法之外呢，就突然把原来这个连陈水扁时代都写到的这个推动中国大陆民族化人权事业的这个公众目标啊，从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这个官方阐述当中呢把它去掉。OK，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呢就是说台湾民主基金会他这个说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清晰的这个叙述啊，还表现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多年以来啊，就是说他事实上一直对于这个如何资助中国民族团体等等，他的官员呢都是在各自场合有一些说法，特别是说对于这个资助这个中国海外民运团体啊，好像总是有一些保留，但是保留归保留，那具体做法怎么调整，有没有这个行之有效的新的做法，这个 TFD 就是这个民族基金会他一直没有提出来。我为什么说这个现象呢，因为同样的说法在美国的民族基金会啊90年代末期也提出过，结果1999年美国民族基金会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工作小组，就是说在如何支持中国，在如何赞助中国民运团体这个问题上，到底是侧重海外还是侧重中国本身，如何对待香港台湾香港西藏等等，它有一个完整的调整，那么形成新的策略，不仅仅是说抱怨一下好像就是该怎么样还是说是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它是一个成系统的一个做法。那么和我刚才说的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策略，没有一个完整的远景叙述，和这一点联系在一起呢，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感觉到就是说尽管台湾确实在做一些有意义的这个推动作，但事实上力度是非常不够的。你们如果去看一下这个比如说吧你们去看一下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它历年的预算报告这个网上都有的，就看到呢就是说中国显然不是一个重点，而且事实上是非常次要的。这个一般以前呢蔡英文总统之前呢到底拿了有多少钱去支持中国的民主团体人权团体呢，好像没有具体列出这个钱数，谁拿多少也没列。那么2026年、2027年开始呢，总算列出来。我发现是什么呢？就是说，每年赞助中国大陆、香港、南蒙、西藏、新疆所有这些团体、所有这些活动加起来，每年赞助的这个钱数啊，少的时候呢是7-8万美元啊。多的时候呢是15万左右，千万别忘了，这个民族基金会它总的预算是将近500万美元，而且有一年的事实上赞助中国民运啊，包括西藏啊什么什么，这个东土啊新疆啊这个中国大陆什么全都加起来，整个赞助还比不过有一年的就推广海外，推广国际。上对台湾问题研究这么一项的这个资助的款项，所以我就说吧，这个市场投入是非常少的。而且令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说，这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有一位发言人，这个其实啊，除了在诺贝尔和平奖之外，全世界最大最大的民主人权的这个奖项就是台湾颁发的亚洲民主人权奖，每年发一次，这个钱呢多达10万美元，而且每年颁奖的时候，除了有一次例外之外，每年颁奖的时候呢，这个总统都来出席的，专门隆重的选择国际民主日，国际人权日，就12月10号来举行颁奖仪式。那我觉得很惊讶的是啊，自从这个这么重大的啊
由台湾发出来的亚洲民主人权奖，自从2006年开始颁发以后，从来没有把奖颁发过给一个中国人，不论是国内的也不论是流亡的，反正没有人被选上过，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被考虑。让我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说，2019年、2020年，我呢本来是期待说这是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总该作为整体或者作为一个人啊，比如说黄之锋等等，我想总该拿一次了吧。哎，结果呢这个也2019年、2020年台湾的就是说10万美元的这个亚洲民主人权大奖也同样没有涉及到这个香港，让我觉得这个有一些惊讶的是，这些奖项啊，无论是2019年还是2020年，都给了悉尼的一个民权团人权团体的 NGO。我查了一下，说实话，我在澳洲待了这么多年，我还没听说过悉尼这两个这个西方人的人权团体。让我觉得这些做法让我觉得非常惊讶。同时呢，你说美国的自由之家什么一些主要的人权组织都把这个人权民主这个奖项都给了香港的这个民运人士。还有呢，尽管这个香港人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很遗憾，但是至少美国众量级众议员这个史密斯等美国议员提名了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去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吧？这个那么再提到所谓这个台湾尽管有投入，但是投入力度非常不够。在这个问题上我还可以举几个东西啊。首先一个就是说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陆委会组织的有中国留台学生参加的这个民主公民社会研习营，我不得不指出，就是说这自从这个2016年开始，这个批次逐渐减少，投入逐渐减少，团队逐渐减少啊，这个也可以从这个陆委会的这个网站上都可以看到，2016年以前是非常热闹的。那这个影响力在不断的减少，好像热情在不断的降低。或许大家认为这是不是跟疫情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我想和台湾方面官方的这个意愿有关系，因为这个这么有效的台湾这个民主政治官这个研习营啊，这个从2017年开始就不断减少。到2018、2019年的时候，这个下降的幅度啊，就更加的明显。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不要以为好像是疫情关系，这个疫情其实没有多大关系。那么而且呢，这个以前啊，每次举行的时候呢，台湾媒体广泛的报道，陆委会也是发了很多消息。现在好像陆委会就不是太重视了，办那个有限几次，而且这个公开消息在哪里呢？主要是在陆委会本身的脸书上，啊，除此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东西。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还有比如台湾，在这个在难民收留问题上，啊，这么多年这个民进党这个在立法院保持的这个绝大多数都没有通过难民法，让中国大陆难民这个申请者啊，这个寻求避难的人呢，是非常狼狈，要不在机场呢待了好几个月被加拿大收走了，要不像李家宝一样呢，据说至今还在什么卡在一个制度里面，这个制度还不好说，叫收容替代，要不有的人就干脆直接被送回大陆去了，甚至连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人都不能依照国际惯例到台湾来寻求政治庇护。有一批人到了高雄，冒险到了高雄，结果呢，拘留了以后呢，前往美国了，啊，所以这些问题呢，还有呢，我也觉得很遗憾，就是说这个蔡总统啊，对中国民主的声援，
人权的声援，往往是在推特，特别是在脸书上。我好像很少见到，就台湾官方啊，特别是总统府啊，专门就这些问题呢举行这个记者招待会，或者专门发一个声明，像美国一样，好像没有看到，都是在脸书上。那所以，我最后呢，就是结束呢，我是这样说，就是说，为什么会是就是说力度显得非常不够呢？一般的这个按照西方学者的解读，就是台湾是惹不起中国。对此，我要提出个问题，希望大家思考：到底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惹不起中国，还是说他意愿不足？要这时候惹不起中国嘛，我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台湾他在需要的时候，他是非常有胆量惹得起中国的。2019年天安门事件30周年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一个国家元首有胆子在总统府会见民运人士，而且是天安门的原班人马，那就蔡英文。那为什么他就惹得起中国了？而且呢，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把这个和中国大陆有关的公众目标从文书上去掉，这显然不是说中国给他的压力，而是有另外的一种政治。那么我现在想指出的呢，就是说这个台湾在这方面我觉得需要进行最好还是需要一定的调整，就是说台湾有足够的软实力，台湾是一个灯塔，但灯塔的作用本身它是需要积极的和主动的去推广的。那么不仅是针对中国，而且整个中的亚洲地区，台湾也不仅仅是不但是一个灯塔作用，而且还应该是一个适当的主动的协助者的作用。那么对于这个缅甸寻求避难的，对于泰国寻求避难的，台湾事实上一直都没有表态，也没有对缅甸这个事情也做出任何的这个评论。所以我觉得台湾需要在更广的意义上重新确定自己作为这个民主人权这么一个堡垒的一个积极的作用。好吧，我就说这。好，谢谢陈杰哈。那个首先呢，我借此机会谈到台湾民主基金会，我借此机会呢，也感谢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呢，这次对我们的活动给予了一定的赞助。你提出的那些问题呢，我们平时也有很多的交流和讨论。我想今天呢，是不是借着这个李友谈，请你有机会，把陈杰教授的这些看法和他深入的研究，有机会通过你的这个渠道，向台湾的当局反映过去。毕竟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只有大陆民主化了，才对台湾是这个台湾的自由民主才有根本的保证。所以呢，台湾作为民主的灯塔，这个能够给予所有的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运动有利的事情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谢谢。那么下面一个发言，这个已经也有2个多小时了，还比较挺长了。那么这个在下面一个发言者是我们资深的民运人士张小刚，然后可以进行一些互动的讨论啊。那个下面请小刚发言，谢谢。啊，谢谢啊。这个今天是这个10月10号啊，30多年前啊，我出国的时候那天刚好也是10月10号啊。当时呢，国内的亲友就说，你到香港的时候，因为当时从香港出境嘛，看到有这个很多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旗，还比较惊讶，因为这天就是双十节。不过到今天呢，小编这个前几天也听说了，就是这个港共当局的这个官员就公开说了哈，这个在香港纪念双十节可能会违背这个所谓的国安法，这说明就是说中共的存在哈，实际上是对很多我们都认为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呢是这个威胁。但刚才这个
李友谭教授也提到过哈、啊，就说很多世界的很多事情，包括这个，气候环境的问题哈、啊，都是一样。如果不这个消除中共的威胁，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得不到解决的。那么现在就是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一样哈、啊，就受到实际上是一个中共巨大的威胁。其实从香港也看到啊，这个中共的存在本身呢，就是对这个。这个台湾的啊、这个自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而且他的任何承诺啊、包括这个今天习近平啊、这个昨天习近平讲的所谓的这和平统一啊、都是这个靠不住的。其实呢，刚才这个有很多的李教授，也包括许教授都讲到过啊、中共其实这个。对台湾进行武力的这个吞这个进行这个攻击呢，是危险是存在，而且迫在眉睫。其实我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啊，一直都在说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习近平啊，这个统治下的这个政权呢，实际就相当于二次大战前夕的德国一样啊，它是对整个世界和平的一个极大的威胁。而且这个现在的这个观点，我非常比较欣慰的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啊，包括澳洲人都开始提到类似的一些看法。那么就说这个，如果这个中共攻打台湾，它不可能是停止在台湾啊，它必然会对这个一系列的，包括你说把台湾打下来了，那么你要不要打旁边的钓鱼岛啊？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也是中国一寸土地都不能少。啊、那么他就必然就跟着日本冲突啊，还有南海，所以呢，这个台湾啊，实际上就是说现在这个这个在澳洲也有政客已经提出来了，他现在不是说我们保护台湾的问题，而是台湾已经在我们前面在抵挡了中共，就为我们全世界的和平在抵挡了这个中共啊，所以我们支持台湾也就在保卫这个全世界的一个和平啊，这个观点说的是非常的对，就是跟我在这个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直想这个想法是完全是一致的一个想法。那么就关键，如果啊西方国家不能够表示一个强烈的能够这个一定要保护台湾的这么一个这个姿态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就在放纵这个中共，而且实际上也就是在威胁这个世界的和平啊，就是这个鼓励战争。刚才这个锦江也提到这个余茂春讲，其实呢，在前几个月啊，中共这个好像是在大选前还是大选之后，我看到一个余茂春的一个采访，他就提到一点啊，应该是大选前，他就提到一点，就是说美国采取的政策以前呢都是叫做这个模糊政策，就是不把我们要不要保护台湾说清楚，说实际上这个做法呢是在鼓励战争。只有把态度表清楚了，我们一定要保护台湾，那么才能够阻吓这个中共的这个战争的意图。那么当然呢，这个刚才李教授也提到过哈、啊，这个我这个也跟非常符合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习近平他要树立跟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位置，他就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拿出来啊，来树立他这个位置，那么就是要这个统一台湾。所以对他来讲，他是也是一个压力，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他也不会放弃这个事件。那么现在的形势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刚才这个许教授也提到了，中共每天犯台啊，飞机去攻击台湾做什么啊？许教授也提到了，战争前准备一定要有心理战，而且我认为他不光是心理战的问题，他也实际在为真正的战争做的准备。每天这么多的飞机飞向台湾，一个是训练，第二个他实际可以把台湾的情况看得非常的清楚，大家对台湾进行一个侦查，不管是地理上的侦查，也包括你的预警，包括因为你每天要对这些犯台的一些军机进行监视的话，那你所有预警装置，所有雷达装置，他都可以通过这个过程不断的搞清楚。而且每天如果他真的决定，就是说现在一直在做准备啊，许教授讲一直准备，还没有下这个这样的一个决定，他哪天要做决定的时候，他就可以趁机。就在一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啊，天天这个对台湾的这种军机骚扰中，突然间来这么一个有假变真的这么一个袭击，这个战争其实像这样的类似这种做法，从几次大战以前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种这么多年的战争都可以看到，所以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战争的准备，但是它
最后决心能不能下，那么就靠西方国家啊，能不能把这个表现清楚，只要你犯台我们一定要打，一定会反击啊，这一点就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一个态度。那么现在呢，就是我比较欣慰的看，就是说现在西方国家已经越来越多的表示了这个态度。那么当然这点就是说，毕竟就是说中共是一个有这个核武器的大国，真正犯战争起来的时候，那么会不会有，还是有很多有这个绥靖的心态啊，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国啊这个啊，哎，就是说那个我们也跟你做个保证，我们不打了，或者就我们不打，但是你要怎么怎么样啊，做一个交易。这一点呢，这个危险还是存在的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啊，这个民运人士也好，作为这个主张保持和平的这个人士也好，一定要就是说在这方面要让西方国家，美国也好，澳洲也好，一认清就是中共的一个实质，就是它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这个东西，它呢，只要你强硬，它会一定会软弱啊，所以这个要对这个中共呢，不要保持有这种就说。幻想一个就是幻想，就觉得他可能啊会这个放弃一些这个愿意跟你和平愿意交易。其实中共的本质他就不愿意扩张，他就是本身他要控制一切。像香港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他香港做的世世代代做的这个保证，他可能那个时候他可能还真的还有相信他是说的我们不会干成香港的事物，但是他的这个本质他会这个情不自禁就会去干预所有东西。那么他对于台湾的存在，对于他来讲他也是一个威胁，不光是说他的一个长远的说要统一台湾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白这个功绩本身的一个民主的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在这里，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示范作用，就是一个威胁，所以他从长远来讲他也是一定要灭掉的。所以从这个点意外到对他有任何的心这个幻想。那么最近我也看了这个台湾啊，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主席的这些这个竞选啊，看到四个发言人啊，刚才好像也有些人都讲到这个什么五九二共识，你可以看到这四个竞选这个四个这个候选人，他们对九二共识都没有共识，都说各有各的说法，所以这本身是一个很什么，但是有一点可以看他们的共识，他们实际上都对中共还抱着一种希望啊，有人就好几个这个候选人都讲到，但现在已经结果出来了啊，这个朱立伦这个当选，但他们这个当时的这几个候选人都讲到啊，就是说这个什么和平和战争的选择啊，那这个和平和战争选择是在于台湾，不是在于台湾，你就是对中共保持再有的善意，他一定也要把台湾拿下来。就是国民党上台，国民党继续保持现状，对于习近平来讲他也是不可能容忍的，他也会在国民党的政权下他给你越来越大的压力，越来越大的威胁。所以这一点就说我觉得台湾的有一部分的这个可能相当多的一些政客还是为中共这个实质是非常看得不清楚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一方面是需要担忧的，也是一方面的需要希望着更多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政界人士啊认识的清楚一点的。我先讲这么多了，谢谢，不浪费时间了。好，谢谢小刚。时间关系，我们下面的发言稍微简短一点，差不多三分钟吧。首先呢，我们请那个。